办一个万圣节的派对，然后来参加的听众都要变装，然后那天我们宇宙人也有变装。你们变装成什么？我是那个，他变成那个 Transformer， 那个、变形金刚 Animal Crimes 的。OK OK。然后他是 Jimmy Hendrix。你要先讲你那个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哦，因为我真的是躺下来的时候是一台车，站起来是一个人，对，是可以变形的。那个服装是你自己？我们花了三天三夜来做的。很厉害。小月这样趴着的时候是一台车子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站起来。那那其他成员不，那一天晚上的服装是什么？哦，因为我配合我那个发型，我变成那个很厉害的吉他手，叫 Jimmy Hendrix。哦 ，OK。还有呢，我们的 A 达。因为我那时候头发比现在短，因为是十月，然后我就扮成光头独美。整个都涂蓝色的。对，我们去找那个颜料，可以涂在身上的颜料。嗯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微胖呢，那个时候，那个我变成那个派大星。哇，OK， 真的是相当劲爆。因为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宇宙人，相当具有创意。如果买专辑的话，就发现有这个。我觉得这个你要，我的麦还在 ，OK， 好。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向大家推荐一下，你们来形容一下 ，OK？ 随着专辑里头，除了有好音乐的部分之外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，就是宇宙人平常很无聊，会做一些 DIY， 所以我们找了三个我们精选的 DIY， 可以供大家在家里制作。然后第一个叫做太阳能刺青，那太阳能不是太阳，不是 energy， 是太阳 can。就是太阳可以刺青，叫太阳能刺青。太阳可以刺青，就是太阳哦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利用太阳怎么进行刺青呢？就是用一个纸挖一个图案，然后放在背上，然后趴在屋顶上，然后晒一个半小时。哎，真的是很另类。然后颜色里面，在里面的那个这个没有穿衣服的人是他，然后、哦、真的、哦，不过他现在已经褪色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褪色，可是它不会伤害，撑蛮久的，可是它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。如果你一次你男朋友的名字的话，就算分手以后也会渐渐淡忘，就可以自行控制一下那个要褪的时间。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部分，也包括了那个大耳朵。哦，对，那个大耳朵是阿奎发明的，阿奎讲解一下。好，就是有时候我去那个帮我拿下，有时候我去那个听演唱会的时候啊，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哎。那声音好像都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手这样放这样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听，其实真的会比较清楚一点点。大家可以试一下。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宝丽龙碗切一半，然后再装个发箍，就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去听演唱会了，很酷哦！真的，我们有一次在第一次在台北的线上会，好多歌迷就是带这个大耳朵来，我们觉得结果回家就耳朵流血。你真的非常有创意，所以可见的我们的宇宙人是在各方面呢都显示出自己呢是天马行空、创意十足的。当然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宇宙人也算是相当的幸运，因为呢刚出道没多久就有全民最大档的那些大咖们来帮你们打广告。对啊，他还跟我们借景声音。对，因为就是全民最大档，大家知道是一个模仿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里头他们呢，就宇宙人成为了全民最大档的这些艺人们，他们就是通常啊都会模仿一些，比如说出道很多年的艺人。但是你们那时候出道两个星期，他们就模仿你们的，而且你们多红啊！主要是因为那个。我们有一个人物，就是他们一定会模仿，那就是魏胖。我知道，长得很像纳豆。干嘛？还有人在台下说不要哭，长得像纳豆很值得伤悲吗？觉得怎么样？人说你长得像纳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觉得怎么样？他说不错，感觉还真的是蛮不错的。当然呢，这一次来到新加坡，除了宣传专辑之外，还有一场表演呢，就是在星期天下午3点，我们的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 有一场呢华裔节好音乐的部分，跟大家来解释一下，或者说让大家多了解一下当天会呈现的表演会是怎么样的吧。当天我们会演奏超过一个小时，对，一个小时。你刚刚这样讲话吗？没有，那你讲的。哦，然后那天我们也会发送我们亲手制作的神秘小礼物，所以如果想要拿到的话，你可以坐前面一点。耶、yeah, ，亲手制作的哦，而且是限量的哦。然后那天我们
还会改编我们专辑里面的歌，把它改成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对，然后更适合表演。还会演出一首专辑没有收录的歌。对，嗯，对 ，OK。所以当天大家知道惊喜是什么了，现在当然是不能说，是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一定要卖关子。所以大家想要支持的话，记得可以到 Sistic 去买票。Bugis Junction 这边二楼就有在售卖的这个好音乐的入场券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然要邀请我们的宇宙人，要先下台休息一下，擦一擦汗吗？不用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就请我们的宇宙人就位，是因为呢要为大家呢在专辑上面签名了。OK， 大家如果想要买专辑的话呢，记得。OK， 在你们附近就有这个柜台，就有在售卖的这个专辑，就是在这个部分。OK， 舞台的，你面向舞台的话是在你的右手边。OK， 又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是 OK 挥一挥手，让大家知道你们是在哪里。OK， 专辑是在那边买。哦，看到有几位女生已经冲过去了。当然，除了买这个专辑之外。记得 ，OK， 也有在售卖的限量版的 T 恤，也就是宇宙人现在身上所穿的这一件，哎，做我们的 model 吧 ，Chris。OK， 好，如果你想要买的话，记得 T 恤在那边也有售卖，每件是30块钱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让 OK 大家来索取我们宇宙人的签名了。签的是中间的一个部分，好，算是比较。